在地上大条，咱来关心大甲妈社景进乡，昨暗11点起驾，吓20万人到镇南宫参加。今年是由立法院长韩国瑜、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做伙华侨出庙门。庙方表示，今年主题是修复，尤其是顶一日咱台湾发生大地动，妈祖会守护，保庇大家平安渡过难关。放三炮、起八炮，一年一度大家镇南宫妈祖九更八暝绕境进香，初五暗时正式起驾。今年绕境拄啊拄到清明连假，庙方估计有20万人次参加，现场四界拢是人。暗时11点，由立法院长韩国瑜、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护轿出庙门。今年绕境的主题是修复，由三天前才发生强烈地动，庙方讲大家妈的守护，保庇大家平安渡过难关。实在讲起来，咱妈祖婆嘛足灵感、足慈悲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啊，求妈祖就是讲所有的信众大家拢平安，希望呼吁政府啊灾后重建，赶快来帮忙有需要帮忙的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七六早起，妈祖銮轿陆续经过台中市的清水、沙鹿、大都这行政区，沿途真侪信众准备要来弄轿卡。恭迎信的，恭迎大家电灯兵天雄星六信的，现场的朋友来，我们呢记得被弄轿开，不爱菜起来吼。妈祖銮轿也未到910个，该队牌啊拢摆好啊。中华警方是高度戒备，伫北部发抢救民生地下道甲三明路内，清出健康的所在，提供銮轿、呼救人员甲警方通过，全面防范冲突的事件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